近距离打两个气球啊，看看几发能打爆了。我这距离不算近，先找两下弹道啊。首发就给拿下了啊！蒙得太准了。来，再看看那个啊，这个估计太远了，不好打。他好像打高了。傻眼神明明是低了，而且有点风偏。啊，这下低了，看见了。这次看得准。调的多了，风偏。中，好，真牛逼！这个真不是吹的啊，打出以后感觉就能打中似的啊。这两你就吹牛吧。咱们测一下这距离啊，这棍的距离就知道多远了。66米，这个呢在这儿呢啊。97米，好，不是，那不，这绝对不是，不到124米啊，绝对不到啊。